长这么肥啊？没有。对，然后一呼吸就可以了。对。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在啥，我看不见你，万一看不见，万一耳音。昨天我们听那个我们家的编剧什么的啊，他们都是那种特别燥特别燃，就有可能现场被燃到。我们四个站一块儿不是买房的吗？走了。小九还行。哎，好。确认过眼神，你好，你还在吗？相对的人，我挥剑转身，而鲜血如红唇。我自己不知道。不练了，不练了，放弃了。我不是，我是练了几个啊？这个。朝着心中的那个太阳奔跑。